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5月2日纳塔火神技能开始曝光。没想到神明第一个 C 位五神同降 5.0-5.4 卡池五神登场顺序曝光，火神技能有坐骑，钟离在 5.1 茜特拉莉升五星。原神火神技能开始曝光，没想到神明第一个 C 位攻击模组普攻普通攻击进行至多五段的连续斩击，在状态下 AM 进入特殊的普攻形态，普攻模组替换为特殊的体术攻击，造成火元素伤害，在此状态下闪避将不会重置普攻，攻击模组重击消耗一定体力，向前闪烁对前方造成强力一击，若存在敌方单位将瞬身至敌方身边，特殊状态下将会消耗一定体力，凝聚一道碎焰对敌方造成强力一击，元素战技进入状态并被周国造成一次范围火元素伤害，当前台目标的普通攻击重击下落攻击对敌方单位造成伤害时，将凝聚一道焰并向下坠刺，烧成火元素伤害，后台火系协同攻击，此伤害基于前台角色的念板进行结算，解释为 AM 造成的重击伤害，持续时间20秒，冷却时间12秒，元素爆发展开跟随角色移动的决斗领域，立即造成一次范围火元素伤害，位于场内的敌对生物将立刻进入战斗状态，处于领域状态下范围内角色获得以下效果：一、获得当前场上角色基础攻击力 X 的攻击力提升；二、当场上角色击败决斗对象，通过闪避成功规避伤害，产生 X 到碎焰后，都将获得 X 层数的荣赏效果；三、当受到攻击时，将消耗一定层数的荣赏，吸收本次伤害造成的部分韧性削减效果以及部分伤害；四、当角色退场时，剩余的荣赏层数将会为下，一次碎焰提供 X 的额外倍率，荣赏为零至 X 层时。伤害减免 X 荣赏为 X 至 X 乘10，提高抗打断系数，伤害减免 X 荣赏大于 X 乘10，进一步提高抗打断系数，伤害减免 X， 持续时间16秒，冷却时间18秒，元素能量。原神纳塔版本中登场的角色玩家都比较关心，一起看一下大佬整理的卡池规划。本次卡池是关于几位神复刻的顺序，都知道雷电将军是在 5.0 版本复刻，后续的几位神角色自然也就大差不离的和各位见面。火神马威卡的技能放出一些抽象的话术，大致就是元素战技有奇形，这么一来就让人感到模糊，难不成火神是有召唤坐骑？等 5.1 版本后期就能知道火神马威卡的一些消息了。然后就是玩家比较关心的钟离什么时候复刻，从大佬透露消息来看，极有可能是在 5.1 版本中，然后周年庆火神上线，接着就是水神福宁娜复刻。不过 5.4 海灯节中按照道理应该没有神复刻，会出离月的新五星角色，比如平姥姥，毕竟平姥姥让玩家等到了现在，钟离也是各位旅行者都想看到早点复刻的。然后就是关于茜特拉莉的消息，作为人气角色的茜特拉莉，不少玩家表示会在 5.2 版本中登场，然后会在后续一两个版本卡池中。不过早前提到这位冰系少女时候定位是四星，不过人气太火了，大致会考虑升级为五星，毕竟之前封丹也是有过先例。也有不少玩家在论坛上表示茜特拉莉升星有点难，来伊拉就是拿着同样的剧本，但自从进入封丹后四星角色都比较少，纳塔看样子也应如此。开始曝光，没想到神明第一个 C 位攻击模组普攻普通攻击进行至多五段的连续斩击，在状态下 AM 进入特殊的普攻形态，普攻模组替换为特殊的体术攻击，造成火元素伤害，在此状态下闪避将不会重置普攻，攻击模组重击消耗一定体力，向前闪烁对前方